不要听到尾了。他竟然心机很重啊，他带什么？但是小精灵，哦，死了！再见了各位。然后没有三人线之后就要撑紧急了，不撑就没救。点你，点你，点你。嘿嘿。我觉得我不会死了，因为可能一定是回家了。好，我回去。Oh no， 洗掉了，我的清醒好。刀宝，刀宝经济其实可以的哦。只玩过三场四场，仅算一个百大的射手。百大咯，他基本上每个版本都可以出了。有人吗？那个草人头入袋，舒舒服服。他吃我的经济，我就不想听他说话了。回轮不见了，这波很危险了，这波。好，回轮出现了，在下路。罗尔滑起来了，哎，他经济多少？罗尔。他经济面很高，也该花起来。太轻敌了！哎呀，大象啊，大象啊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这个位置太尴尬了。回轮来我就跑不掉了。给你了，上路兵，你这么残血，我是危险的中路兵。回轮呢？舒不服吗？有没有舒舒服服？谁过来我就让他舒服一下。啊！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！我有吸血啊，不怕不怕。回轮在下路哦。开了开了，风塔很强哦。哎，你们不要这样子呀！
我不确定我打不打得赢奎伦啊，奎伦一滴血。我用生命点塔了。好像不划算。哎，我的天空巨龙呢？有 bug 啊，有 bug， 天空巨龙不见了。奎伦活了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死哦！哎呦，大象来了，夸大象！大象该不会买巫房鞋吧？还真的买巫房鞋？没关系，我有龙骨剑，我们的是自己买的。玩射手怎么可以不凶？不凶就不是射手了。其实大家不要学啊，如果不知道奎伦在哪，往前滚是死路一条。奎伦露头了，给我，我傻眼了、啊、他要我拉红一定比他好的。蓝包包你用不到的，我笑纳了。奎伦在哪？奎伦在上。哦，我闪。等等等等。找大象啊，就是找墙壁，大象不能穿墙。是风塔吗？怎么撑那么久？他像开风塔吗？风塔可以封主堡吗？哎呀，我看到 PP 了，这个造型，美少女战士啊！有没有人看最近一部剧叫《终末女武神》？《终末女武神》也是有类似的动画。